我念个文帖。好的。你晓不晓得我们结婚几年了？你看还要想，你晓不晓得那种人？七年了。多多才五岁，我们结婚有七年了，那种人该不该教训？明明都只有六年了，还差几天都。还差几天？那不是，10月18号，今天就10月18号了吗？今天10月18号了吗？啊。但我说七年也没说过是。六年还差几天？六年。是啊。多多才五岁，你有七年了。你们说那样的情况还该不该做点啥子？走嘛，再见一遍，那次一定记清楚。意思说前头几年都不算哦，青春喂了狗吗？嘿，现在说明啥子？天天都是新婚噻。脑壳昏了。10个半个月我又来那里了哈。整个今天没吹牛哈，我们今天确实是来结婚的。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结婚证找不到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来补办一个结婚证，为今后的一些东西哈都要用到那个东西，所以我们就要来补办。现在都很平静了哈，没得当初的那种心情。好吃的，你有钱吗？跟着我走就是嘛，哎呀，得起吃霸王餐喽。吃霸王餐，有霸王餐吃就安逸。到了，喊我来吃面呐。嘿，你莫看它只是面，那是我们临水的面界天花板。你要请我吃面啊？以我那个条件嘛，请得起吃面就可以了噻。不是说请吃好吃的吗？哎，而且那个面确实是特色面，保证你满意。看你个猪蹄好大一个，我叫你。看你舒服吧。我个牛肉就只有恁几颗。这个早早啊。你找找给你嘛。我不要，你光吃。吃面不吃醋都没味道。我这个2两能打完，感觉跟你那个3两差不多哎。分量还是可以的。怎么样？嗯，好看。我感觉没啥好喝的，等会儿带你去喝来一场。可以。你在重庆天天吃小面，你在那里呢就吃面。我喜欢吃面，你是晓得的吧？我们都喜欢吃面，甜食哎，我们都够的。我都吃完了，你还有恁多？这是哪个拎了一大坨给我哟？吃饱碗，担心你吃不饱。是吗？嗯。你是把我当垃圾桶哦？哎，你不是要喝奶茶吗？喝了一口又不要了。不好喝。还好我机智，就只要了一杯。反正都是你念。今天又去重温了一下领结婚证哈，啥子感受？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。拿起结婚证都在抖。好了，接下来你要去重庆上班了。
个人注意身体，保护好，时常回来看我们。要得。拜拜。拜拜。